史蒂夫，你快看，这儿这么多基岩，不知道挖掉基岩下面是什么世界。这个可以实现，真的吗？我去，你把活塞拿在了手上，这也行。What？ 这基岩还真被拉动了。哇，下面是虚空啊！黄洞，我来喽。前面那是什么啊？拿着发射器的小白，好家伙，现在小白都这么潮流了吗？武器都这么先进了。史蒂夫，你慢慢挖，我就不信这儿能挖到钻石。不信拉倒。哎呀妈呀，傻眼了吧，挖到沙粒了吧，快来救我呀。那我就勉为其难帮你一把吧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哎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哇，我从3D 史蒂夫变成2D 了。 What？ 小青灵过来，扔给你点叶子和原木，去给我带一棵橡树回来。他还真的去了。我们现在需要耐心的等待。他回来了。哇，还真是一棵橡树啊。哇哦，好多小兔子哦。哦，真可爱，好想拥有。我去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你别过来。哇，前面那么多竹子。我没看错吧，这白桦树和橡树怎么长在竹子上了？这不科学呀，让我看看怎么回事。哎呀，这树竟然会跑，我的妈呀，屏幕前的你觉得这科学吗？觉得科学的给视频点个赞呗，觉得不科学的将离谱打在公屏上。啊，快跑啊，小黑在追我。没事，快到家了，小黑进不来，他的身高不允许他进来。What？ 什么情况？是我草率了。快过来，今天给你表演一波，由3D 变 2D。3D 变 2D， 怎么变呀？看好了，哇塞，这也行啊！外面好多羊羊，可以剪点羊毛喽。先回家制作一把剪刀，羊羊们，我来啦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都变高了？不是，为了不让我剪到羊毛，你们至于吗？开局教大家一个最快搭建下界传送门的方法，都拿好笔和本，做好笔记了，我们开始啦。首先我们需要橡木楼梯，像这样围一圈后灌入水。随后我们重复此操作，差不多弄个四五层左右。 OK 啦，现在我们拿出水桶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等等，直接生成黑曜石了。怎么样，屏幕前的你学会了吗？ What？ 露珠露珠，我需要深色项目，就你啦。 What？ 什么情况？怎么得到了白桦木？开玩笑的吧，这不科学。来云山树林转转，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好东西。我去，前面的是什么？煤矿？不对吧？这煤矿怎么长在沙子里面了？这也太离谱了！ What？ 挖石头，挖石头，多搞点原石，差不多了。OK， 上到地面，搞点木头，待会儿合成工作台。小羊羊你好啊，羊毛拿来吧你。前面刚好有南瓜，接下来我们制作一个大家绝对没见过的。先制作工作台，然后合成熔炉，多合成几个。接下来摆个 T 字形，然后放上南瓜。等等，熔炉傀儡诞生啦！怎么样，屏幕前的大家觉得这科学吗？觉得科学的给点个赞呗。羊大羊二，好了，今天就不喂你们俩了，都吃了我一组小麦了，不能再吃了。你们两个要好好相处哦，我走了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史蒂夫，前面有蜂巢，小心蜜蜂蛰你。史蒂夫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变成这玩意儿了？什么情况？
我总觉得 MC 的床太窄了，根本不够我史蒂夫一个人睡觉，不如用粘性活塞给它拉宽一些吧。走你。这下就好多了嘛，肯定够用了。哎，史蒂夫，你站那干嘛呢？还不赶紧撸木头！史蒂夫，我去，我没看走眼吧？刚才这棵橡树把史蒂夫拍死了！妈耶！史蒂夫，走，出去探险。我不去，马上到黑夜了。哪有那么快？才刚白天。我说它快，它就快。What？ 史蒂夫，你把太阳摘下来了，送给你。我的妈呀，还真是太阳啊。哎 ,hello 啊，小孤瓜，送你一颗TNT玩玩。哎呀妈呀，你竟然吞了。哎，你要干什么啊？史蒂夫，史蒂夫小心呐。What？ 史蒂夫啊，你把床放那儿干什么？求我问你。我去，梦影龙睡着了。有发现什么好东西吗？好东西倒是没发现，我带回来了这个前生传感器。这玩意有啥用啊？哎呦我去！哇，史蒂夫，你变成寻声守卫了。What？ 史蒂夫，你在干嘛？这么大一个工作台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别废话，钻石块都给我。哦。What？ 这么大一把钻石镐。我去，你把太阳都给挖灭了。这寻声守卫没有眼睛的，那我给你安一双眼睛吧。走你。他真的能看见吗？你试试啊。准备一些骨粉去村庄转转，这庄稼长得也太慢了，催熟一下吧。挖掉！这么大一根胡萝卜，小兔姐，你有口福了！哇！相信屏幕前的很多人还不会落地水，哎，毕竟这是一个需要技术的绝活，哎，不会的不要紧，接下来教大家一个菜鸟式落地水。首先，我们挖一块水，然后拿在手上。接着将它装在我们的脚上 ，OK 啦，走你。What？ 怎么样？完好无损，平安着陆。屏幕前的你，学废了吗？想制作一个铁傀儡，可是没有南瓜呀。有啦，小鸡鸡就你啦。出现吧，鸡傀儡。竟然敢打你的主人！我的温馨小木屋终于搭建好了，这下终于不用再流浪喽！啊，小黑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去，我的房子！史蒂夫啊，如何才能提升开采效率呢？你是说想挖矿挖得更快一些吗？对呀，看好了。我去，你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无敌风火轮？太厉害了吧！低调。What？ 史蒂夫，快点，我们比谁撸的木头多。史蒂夫，怎么又来一个史蒂夫？你们两个到底谁才是真的？我才是真的，我才是真的。好了，你们两个别争了，真正的史蒂夫是有超能力。拿来吧！哇，看来你才是真正的史蒂夫呀！我的腿呢？嘿嘿，你暴露了吧？你这老六还想冒充史蒂夫？你们两个呆瓜！哈哈，我走喽。原来他是假的。发现铁矿，挖掉，挖掉。OK 啦，挖完了，走人，看看附近能不能找到钻石矿。哎，我的妈呀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我去，这小白和蜘蛛怎么合体了？屏幕前的大家，你见过这种生物吗？搭建一个下界传送门框架。OK 了，差不多了。
拿出绿宝石打火，等等，绿宝石传送门开启。进去瞧瞧。哇，全都是绿宝石矿啊，发财了，哇哇哇哇哇。2000 years later， 用绿宝石合成一把绿宝石镐，嘿嘿，还真不错。重要的是绿宝石镐还能吃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嘿嘿，小羊羊，羊毛拿来吧你！拿来吧你！撒！冰面下面是什么？过去看看，我去，竟然是护甲！这护甲怎么被冻到冰里面去了？还是冰护甲，穿上试试。好家伙，所过之处皆冻为冰啊！坐上我心爱的小矿车，啦啦啦啦，真开心呐！哎，有点无聊啊，不如捉弄一下史蒂夫吧，把岩浆池上方的轨道打掉，嘿嘿，史蒂夫一定会被气炸的，让我们坐等好戏吧。啊，史蒂夫小心呐！What？ 什么情况？血傀儡大家都会制作吧？我看屏幕前的还有谁不会制作？接下来给大家制作一个你们绝对没有见过的。看到了没有？接下来放上南瓜，出现吧！噔噔。What？ 来村庄喽！庄稼长得这么好，也没村民来收啊？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全收走，再给你们播种上种子。我还是有做人的基本道德的。去村民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。我去，什么鬼？这什么玩意儿？僵尸村民。喂，老兄，你这什么造型？别跑了！前面那是井。哎呦我去！哇！嘿，小绿村，干啥呢？我在你后边，看着我。给你一把木剑，帮我附魔一下，谢谢。2000 years later。非常的不错啊！我的天哪，村庄怎么来了一个凋零？哎，正好，我要守护村庄的和平！冲啊！我打！为什么没效果啊？妈呀，小黑在追我，快跑快跑！我把家里都灌上水，我就不信你还能进来。嘿嘿，这下你肯定进不来了，小黑，进来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不可能啊，不科学。屏幕前的你认为是科学的请给视频点个赞。史蒂夫，僵尸来了，怎么办呢？你说话呀史蒂夫。慌什么，看我的。What？ 这也行。史蒂夫，我发现钻石了，好高啊，我得垒高高上去才能挖到。你太逊了，看我的。我去，你这是长臂猿呐，真不科学呀。卢叔卢叔，史蒂夫在对面干嘛呢？也不动。哇，什么情况啊？我没看错吧？树把史蒂夫给解决了。我去，这棵橡树太可怕了。也不知道哪个村民建的房子，把房子弄得这么高，他能进去吗？真服了这群 NPC 了。What？ 什么情况？我眼睛花了？也没花呀，刚刚是不是一个村民进屋里去了？史蒂夫，我们出发吧，木船已经建好了。走。你不坐木船坐矿车，你疯了？ 我去，是我草率了呀。来矿洞挖矿喽，嘿嘿，多挖点儿。我去，那是什么？是苦力霸吗？怎么长成这样了？妈耶，什么情况？来矿井喽！下面怎么这么多黑曜石啊？过去看看。挖几块黑曜石，待会儿制作一个你们绝对没见过的东西。OK 了，制作一个工作台。
分解点木棒，走你！弄你！等等，黑曜石剑，屏幕前的你见过吗？当我们在 MZ 中遇到苦力怕的时候该怎么办？接下来教大家一招。首先我们需要准备堆肥桶和火板门。 OK， 看好了，放一只苦力怕，在它即将爆炸的瞬间我们躲进堆肥桶里面，哎，这就没事了。屏幕前的你学会了吗？来，让我们摆放两层 TNT， 给大家放个烟花助助兴。 OK， 走你。What？怎么回事？这怎么没有全部爆炸呢？这不科学，用打火石再试试。我去，怎么引爆不了啊？屏幕前的你觉得这科学吗？认为科学的请给视频长按点赞支持一下，认为不科学的请将离谱打在公屏上。又是美好的一天，走出去弄几只乌贼回来，拿上我心爱的铁桶，看好了，屏幕前的大家，快到桶里来，走你。怎么样？很多人还不知道可以用桶装乌贼吧？我史蒂夫外出探险回来喽，回家回家。不对劲儿啊，我的门怎么变成原木了？这不正常啊。来来来，给大家展示一个神奇的装置。首先我们需要准备玻璃块，像这样围一圈，然后在上面放上发射器，接着将苦力巴生物弹放入发射器内，拉动拉杆，苦力巴就出现在玻璃罩内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大家千万别眨眼哦。将准备好的钻石也放入发射器内，拉动拉杆。诺尼，噔噔，苦力怕变成了钻石苦力怕，大家学废了吗？ What？ 大家快看，我史蒂夫掉了一把钻石剑，厉害吧？这绝对是无魔组。什么？大家想学？好吧，接下来教大家如何实现。首先我们将钻石剑扔给狐狸，然后呢准备一瓶隐身药水扔在狐狸身上。哦， OK 啦，这就实现了。屏幕前的你学废了吗？刚进入游戏就发现钻石了啊！这岩浆池怎么过去？召唤我的小帮手，快出现吧，小家伙，载我一程，我要挖前面的钻石矿。听我说，谢谢你，赤足兽。发现蘑菇树，挖掉挖掉。怎么回事？怎么看到一颗蘑菇跑了？来村庄收庄稼喽，小麦、胡萝卜全都拿走。哎呦我去，怎么个情况这是？嘿嘿，小羊驼，给你点肉肉吃，不用客气。哎呀哈，你竟然敢吐我，不识好歹呀你！去嗝屁吧你！你不尊重我，还想让我对你仁慈？不可能的！哎呀妈呀，什么情况？这不科学呀！屏幕前的你觉得这科学的，请给视频点个赞；觉得不科学的，请将公屏打在离谱上。又来矿洞了，这次我一定要挖多多的钻石！哇，说什么来什么，这么多钻石矿，我发达了！挖掉挖掉，全都是我的。嘿，一共七颗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就两颗？谁偷我钻石了？小猪猪，来跟着我。杀！去吧，胡萝卜在里面。哎呀 ，MC 的生物到底还是笨呐，岩浆它都敢跳。这变成猪人了。妈耶，这也行。前面的不是一只蘑菇牛吗？我们偷偷靠近看看。那些蘑菇怎么会飞呀？真是离谱妈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。拿出剪刀剪点树叶，再剪点羊毛。剪刀真好用。史蒂夫，要不然给你剪剪头发吧。我的头发！爸爸爸爸，我想要个大箱子。我的好大儿，你还小，爸爸给你制作一个符合你身份的箱子吧。等等，迷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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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物品箱啊！好了，这就是你的箱子了。谢谢爸爸。
来村庄喽，看看村民们都在干嘛呢。哎呦我去，那群是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这马怎么长得跟长颈鹿一样，脖子这么长？鹿女。史蒂夫，你是想下到下面去吗？对呀，不过我恐高。那你可以来我这边啊，下面有水，不会摔死的。我还是害怕，我不敢跳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怎么跑来了一棵橡树？快跳吧，你跳到我的树叶上，没事的。谢谢你呀。What？ 史蒂夫，相信自己，跳吧。不好，你接住我。放心，我肯定会接住你的。我来了。What？ 从哪飞来的一只鸡鸡呀？我的妈呀！谢谢你啊，小鸡。小鸡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，真的值得你去学习呀，史蒂夫。来，小狼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旺财了，跟着我。真听话。还有你，小羊羊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喜羊羊了。旺财快过来，我们玩一个游戏。走你，瞄准发射。哇，真不错呀。挖点煤矿，烧制一点铁锭，制作一把剪刀。 OK， 回家。艾利克斯，我回来了。艾利克斯，我回来了。哎，走你。我的头发呢？没脸见人了。喂，艾利克斯，不要急呀，头发没了可以慢慢长嘛。发现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有了，我要制作一些照明箭矢。看好了，屏幕前的各位。噔噔，制作好了，接下来给大家表演一下。这下不就看见了吗？ What？ 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。觉得有意思的，别忘了关注、点赞、支持哦。点关注不迷路。